来了，马上我们公东风三缺一。哎呀，听说这玉婷，哎呀，一身红啊，红不见得是好事哦。哎呦，哎。在前一两年呐、啊，只要穿红都不好。哦，不好。对对对对。应该是前一两。对对。好，现在已经是后面了，不一样。看，我想相信，依你的魁落上，像上一集的话，还是一样不得了，好吧？来开门。十四，看四家的牌。好，看一下玉婷，好朋友。雅蒂。雅蒂，雅蒂，雅蒂。雅蒂，好，刘璇，加油一下。我们的秋兰姐姐，胡一把，好，玉婷会切菜了，大家发财。嗯，雅蒂生意大哦。好。嗯。七条。嗯。西风。想难就不难。我。东风，嗯，有台哦，东风有台，碰啊，还会过水碰，哎，先碰出来，不要急，好不好？我们节目就怕不够长。好，我慢慢打。八万，九筒，碰，哎呦。先碰，不要急，对，先碰 ，OK。你姓猴子，你姓猴子啊，猴急。两条，两条。头长没地要猴急。猴急。嗯，一万。花。这边，对。三头。好。这样很累，碰红哦！哇，对，哇，三碰哦，各位，白皮不要打，白皮不要打，大三元，骨头，大三元加一万，哎呦，嗯，哇 ，Oh my god， 加码了，我没有看他的牌哦，我没有看他牌，加码了，六条，碰，哇。完了，不要加一万了。你还没听了，我以为你听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一万。我以为你听了。四张牌不见得也会听，知道吗？红中。哇塞，红中发财，没有凑一次，碰碰，就是大三元，碰碰虎十二台。哇，然后你还要再给他加一万。再加一万。天哪。而且一万私底下给哦。八条，可怕。好鸡。哎呦。没事。我想说。是啊。我看他表情，我想说他怎么了？对啊，我想说他是不知道他自己糊了吗？我不会配合演。Sorry。他太惊讶了，对。你看他现在一心在想大三元这件事情，他没有空演戏。在想我一万，对对。绝张六条。我有想打的，可是要跑。五条。这牌很妙哦，六条那么早碰得出来。那你就打。四口，满点，一万，大家都会怕哈、哦。对啊，给啊，五条，我、这什么牌啊？干，哎呦，哎呦，捡，哪个要捡？四笔，哪个松了一口气啊？五条。四九万，哇，这没什么安全感。对啊，来个明灯吧。没事啊，你有未免者光环。对啊，你已经赚了19000多，无所谓了。OK 啦，骑车都笑。钢盔往前冲。乌鱼子。
要什么啊？对呀、啊。一万。好难哦、喔。五万。第一把牌就打得这么可怕。对。对啊，什么？第一把就要这么刺激？三饼。哎呀！我要冲了。他要吃，他要吃。我要冲了。二万。服了。哇！单掉，单掉。Q。他掉一万自摸，还倒下来。这牌怎么这么？我跟你讲，根本像我们要打牌比，不是，出过才好。是啊。所以打二万，万一人家二万抓砍抓对了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碰碰胡啊！啊，对。哦，碰碰胡。没有啦，你这个叫单调。哪有碰碰胡？台中发财，碰碰单调。哦，独定庄家。哇哇！好贵啊！还是我在床外都不往上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你有这个命啊。哎，很正面能量。他先帮我们累积奖金。玉婷很正面能量。对，这八台耶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第二把来，打地。十七，来看四家的牌。好，看一下雅弟。什么？刘璇，加油加油！秋兰姐姐，加油加油！玉婷，花露露，花露露。雅弟可以出赛了。青春第一炮八台。喂，那个南风嘛。北风。南风。吃，八万，北风，北风，九条，西风，东风。小七七，一秒。五笔。成功。大家发财。不要舍不得。没有一对不要舍不得，打牌不要舍不得，断舍离。嗯，该打就要打。放炮就是自摸的那种吧？啊，这开始。六笔，就他等下，你讲完他都变得很冲，一直放炮，一直冲冲。看看我讲准不准？发表。哎，凑一个对，发财！不要舍不得，我也没听进去。帮你开市，二条大师，乃大师开市要听。那两张发财在海底，不相信你看看。小老板，花，南风，发财，我没有。一个人玩。九万，你怎么玩？电视机，碰，先碰。你记性不好啊，才几岁？反应动作。四红，来一个，哎，怎么这个？八头，六条，六条，什么？不要急，
星期吃不了热稀饭，你看又红了。啊，我看到没有，发财没出来吧？没有发财。白皮一花庄稼又三坛，你先淘汰了算了。拜富人都再来，拜富再来，我去帮他累积奖金。哇塞，两把牌放了十一台量底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第三把，来，玄儿，开始摸。直出，看四家的牌。好，看一下玄儿的牌，开始摸啦。周兰姐姐，该胡牌了吧？玉婷，不要再放枪了。雅弟，林川颖。玄儿出彩，哎，这么贪心。北风，他怎样都不会被淘汰。对啊，小草。电视机，嗯，黄忠，黄忠，电视机，拿出来，嘿，小星星，东风。二万，哦，这个好，先摆，左手，没错，三万，哦，那很会碰，对啊，这怎么牌都拿去碰，是要叫人家怎么活？拆牌啊，才能碰，哇，对，差点拿，你今天是来可以打的，嗯，你今天是来打败部分，二比零。北风，我来吧。云南，系统，大饼，发财，碰，嗯，南发都碰。哎，拍拍拍，六条。二条，能吃进来啊！记得记得。先跑。七万。七万。忘了。一万。东风。四万。三万。二条，二条是八条，嗯，二筒，二筒。五万，八万，东风，没事，一筒去郊游，九万。九万，七条，吓到你，吓到我，我吓到你，然后掉下去。奶哥每次都没有吓到来宾，都吓到我。对，补花，啊，补花，对，七条。八万，花儿，哇，五条，九万，
起来。雪橙放了两炮。一桶。来一张。哎呦。哎呦。听了。哎呦要放枪了。我只能冲啊，不然能怎么办？那个台。八饼。哎呦，冲过了。红包。升九个。好，来个大地。真的是大家哎，放着、啊，对，好，放着，相机，红了，哇，打野，西风，好，一台，风风三圈的最后一把，来报告你们四家的积分。嘿，玉婷现在是2300。雅蒂是7700，通通都是玉婷给你的。然后刘璇是5000，秋兰姐姐他们都没事啊，对，就5000做到现在啊。他们两个厮杀，没打。好，来了，最后一把了，秋兰姐姐，对，12，看四家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秋兰姐姐，乌牌，玉婷，自摸，雅蒂，第四把自摸，璇儿，加油。好，来，秋兰姐姐可以出赛了。秋兰这样子啦，你再不是玉婷再放他一炮，我加你10000。真的假的？不是要加我吗？没那么准的啦，不是要加我？我不相信。哎，那你猜哦，西风放炮，要放他才可以的，对不对 ？OK。西风，东风炮，我没有喂他了。好，会，我会退点小鸡。哼，哎呦，紧张，不一样了哦，不一样了，这鸡来报恩了，鸡来双节棍，对啊，刚才要14条没糊到，对啊，等很久，慢来的鸡，对，慢来的鸡，慢来的鸡比较会叫，90000，第一个，10000，以前会打。很会冰，糟糕，危险！没有，红灯。那雅蒂，你放一炮回馈嘛？不要，他又放3炮给你。人家说不要，哎，这人，我也不要，我要自摸，很不大方哎。不要，西饼。8000。你都已经放那么多炮了，还怕什么？放了，放一个。哦，没有哈，三个亿。我以为他要虎了，你吓到我了。九饼。胆子那么小，都放三炮。哎，中间。三角裤，哭了。傻眼，好险整10000，因为不是放给雅蒂，对，整10000放卡张，还会差一点。哎，你听什么？你刚跟我讲啊？我没听。我讲你打牌有问题啊，这样牌都是孤张的，早打，这白皮要留到后面，还可不可以抓对来当将？那牌先保3条啊。真的，我就先。对不对？再丢2桶我就糊了。再丢2饼他就糊了。对，拿10000，你就有10000了。就10000了。啊，对，你打出真理了。要这样打。对啊。好。无敌一花庄家3台。所以我们东风啊，玉婷淘汰，连4炮。我们有创纪录吗？有。对啊，发战呢。来哦，南风逆转胜。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